内向者可以从何练习起？内向者想要学习表达，建议可以从对动物说话还是模仿别人说话开始练习。对，模仿别人说话，值得大家能够了解得到。毕竟模仿别人的勇敢，就可以找到自己生活。你可以尽量模仿一个还活在人世间的人。有一个，他活着吧？